易经正式上经第三册干卦经文。干卦，干卦，干干为天干上干下，干元亨利贞。初九，潜龙勿用。九二，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九三，君子终日干干，细涕若利无咎。九四，或月在渊，无咎。九五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上九，亢龙有威。用九，见群龙无首，吉。彖曰：大哉干元，万物之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行。大明中始，六位时辰，时辰六龙以御天。干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和太和，乃立贞。手出数物，万国咸宁。象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潜龙勿用，阳在下也，见龙在田，得失普也，终日干干，反复道也，或月在渊，静无咎也，飞龙在天，大人造也，亢龙有悔，盈不可久也，用久，天德不可畏守也。文言曰：远者善之长也，亨者家之惠也，利者义之和也，贞者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人足以常人，家惠足以合理，利物足以合义，贞物足以干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远亨利贞。初九曰：潜龙勿用。何谓也？子曰：龙得而已者也，不亦乎事，不成乎名，顿事无闷，不见事而无闷。乐则行之，忧则为之，却乎其不可拔，潜龙也。九二曰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何谓也？子曰：龙得而正中者也，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，贤邪存其臣，善事而不乏，德薄而化。亦曰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，君德也。九三曰：君子终日干干，细涕若利无咎。何谓也？子曰：君子敬德修也，忠信所以敬德也，修辞立其臣所以居业也。知至至之，可与积也；知忠忠之，可与存义也。是故居上位而不骄，在下位而不忧。
干干因其实而辟，虽为无咎矣。九四曰：或月在渊，无咎。何谓也？子曰：上下无常，非谓邪也；进退无恒，非离群也。君子敬德修业，欲及时也，故无咎。九五曰：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何谓也？子曰：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水流失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。圣人坐而万物睹。本乎天者清上，本乎地者清下，则各从其类也。上九，亢龙有归。何谓也？子曰：贵而无位，高而无名，贤人在下位而无辅，是以动而有悔也。潜龙勿用，下也。见龙在田，食舍也。终日干干，行事也。或月在渊，自是也。飞龙在天，上至也。亢龙有悔，穷之灾也。甘源用酒，天下治也。潜龙勿用，阳气潜藏，见龙在田，天下闻名。终日干干，与时偕行，或月在渊，干道乃革，飞龙在天，乃谓乎天德。亢龙有悔，与时偕极，甘源用酒，乃见天泽。甘源者，始而亨者也，力争者，性情也。甘始能以美丽立天下，不言所立，大矣哉！大哉甘乎！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，六爻发挥，旁通情也，时成六龙，以御天也。云行雨施，天下平也。君子以诚德为行，日可见之行也。前之为言也，隐而未见，行而未成，是以君子弗用也。君子学以具之，问以辨之，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亦曰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，君德也。九三重刚而不忠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。故干干因其实而辟，虽为无咎矣。九四重刚而不忠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忠不在人，故惑之。惑之者，疑之也，故无咎。夫大任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名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为，后天而奉天时。天且弗为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亢之为言也，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，其为圣人乎？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为圣人乎？干卦干下干上，宣圣讲义，易经一书，自分数类，曰卦，曰辞，曰传，曰图，何之曰易经？实则卦与爻辞为经，余则传也，图说也。卦与辞又非同类，卦象在前，文辞在后，文辞亦有所别，又属原辞，传于口者，又属后人推演成文者，有从他意续转其言者，有和古今战后明者其意者，故亦有数体，而皆以卦爻为主。卦爻自古迄今未有异也。
虽因序有先天后天之殊，其卦未变也。因占有连山归藏之别，其象未异也。故伏羲文王亦有异，而卦无异。用有殊，而象不殊，则以卦皆此卦，象皆同象也。卦用无尽，则其辞无尽；卦象不异，则其意不异。学者欲通其变，先求其长；欲究其用，先索其易。卦六十四，爻三百八十四，皆其常数。干上分下，水润火炎，皆其定义。学者当就是以求之，则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及其彖象之辞，未时之意。凡观卦之所立，意之所存者，皆载于今，可一一尽而言习焉耳。宗主附注：此言讲义，在明卦爻及辞，因文以明象，因象以明义，故自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观之，卦有卦义，爻有爻义，各不变异。虽其用万殊，其本人一。先求其一，则推演可至于万。思故义之本意，而习义者，亦当作如是观。六十四卦乾坤未首，明各卦皆自乾坤出，而坤又在乾后。明阴之生于阳，故言卦必先乾坤，而由必先明乾卦。干为万物之始，一切生化之本，其位高，其德全，故能为万物之主。今先就卦爻之象与彖象之辞，分别视之。干之卦象，以干三爻图，爻辰，众之为干六爻图，凡六位，此凡卦皆痛也。六位者，以天地上下俱六位也。卦原三爻，六位则为六爻，以分配天地人而别其阴与阳也。天曰阴阳，德曰柔刚，仁曰仁义，三者皆两，故六。六未立，天地人之阴阳数皆见矣。夫后天之中，有阳有阴，不独存也，一刚一柔，不独生也，一善一恶，不独行也。故吉凶福祸，顺逆利害，正邪明暗，消息进退，莫不相倚而成，相立而明。此天地人各有阴阳，而卦爻乃有六位也。干之六位，上干下乾，其象同，其名一，故谓纯阳。纯阳有爻言之，非有位言之。既有六位，自含阴阳。一三五阳位，二四六阴位，位自有阴阳，非爻之阴阳也。故三位之干三爻图，则可明阳。
若众之为六，是以生化而合阴阳。三属阳，六属阴，有阳生阴，故其生必阳，其成必阴，此就卦爻言也。若进而推之，则阳生阴，阴又生阳，生化无穷，阴阳至分，不可尽数，此则以卦之六爻，爻分阴阳言之耳。干卦虽阴爻位而背阴阳，然其体阳也，卦本无体，以爻为体，爻之阳者，卦亦阳；爻之阴者，卦亦阴。或以爻之类言，或以爻之数言，皆别于位也。故卦有阴阳，爻有阴阳，位有阴阳，时有阴阳。位者定方，时者易移，有位则有时，有时而后位可名也。故六位有六时，或因时见位，或因位见时，故曰六位时辰。苟无时，则位无用也。干卦六位亦有时，故既爻之数，亦属其位，亦属其时，亦属其爻，亦属其类。类者即阴阳也，故有出与上二三四五之数，九六之名，出言时也，上言位也，二三四五一时亦位也，九六类也。以六爻该十位，言时失位，言位失时，故时欲于出，即其时也。未遇而二者并居不备，并行不移，用时则自出至上，皆可以时数；用位则自上至出，皆可以位数。而爻之所向不一也，故六位时辰者，位时皆于事见之也。且爻六位分三才，而卦则分内外，虽一卦乃两卦也，以其卦体指三位，众之则合两卦，故有内外之分，或曰上下，或曰往来，亦一阴一阳也。故卦必名于某上某下，如干曰干上乾下，坤曰坤上坤下，实为一卦而分上下，正以乾坤八卦而外，皆由上下两卦合成。八卦虽为本卦之重，而人必分内外言也。虽一干卦，而成自两乾，上之乾，与下之乾，亦也。以其体用不同，阴阳亦数，故也。况上下之卦，合则为背六位之体，分则为独具三爻之体，其生化之机已者，而阴阳之数一加，则其分合间，对待中，各有所异，其名虽同，实不同。故六位之卦，为六十四卦中之卦，以变者也。三爻之卦，为八卦中之卦，未变者也。如干三爻图与
干六爻图，艺术八卦之前，艺术六十四卦之前。六十四卦自八卦出，如子与母，其卦名同，而用书，故八卦可名先天，则六十四卦可名后天。若名八卦为母，则可名六十四卦为子；若名八卦为刚，则六十四卦为木；若名八卦为本，则六十四卦为用。二者原不同也，故在一卦，必明其变异之机。由一干三爻图变而为干六爻图，其所变在重一干三爻图，实非仅重一干三爻图也。盖细分之，则天有阴阳，地有阴阳，人亦有阴阳。就六位之前言，则初二位地爻，五上位天爻，三四为人爻，则十将八卦之干三爻图，重之为六，分之为三，乘三二阳爻图二，故卦六爻由重卦言，则分内外两卦；由三才言，则分天地人三部。三才亦后天也，故亦必备阴阳，即由爻位明之，亦可知其各有阴与阳也。不特此也，卦以爻立，爻以位明，位以时定，时以气行。虽有初二三四五上六爻，亦具中始上下之意，而其用不只是也，则因气之不习耳。气行不习中，则复始内而出外，外而入内，上下往来，循环不已，则虽分卦、分财、分位、分时，犹未尽也。盖气之行如环，气之成如球，本无间断，则无终始。自初至三，自二至四，自三至五，自四至六，自五至初，自上至二，皆可分别而为一卦，以其气之环形模矣。故曰中流六虚，本六未实，不曰未实而曰虚者，正以其非现于此未时也。故卦之成，非一卦也，非二卦也，乃各卦分合而成者，其象故如是也。卦易而用重，爻六而变多，故象者，象其易也，非指物而物之也。爻者，效其数也，非定名而名之也。如干支、干三爻图未象简，而所象不尽，爻则六而所效之数不可计数。故曰，亦以变易未用者也。卦虽分内外上下，即交互旁通各卦，而有其主用，有其本事，有其刻印，有其陈始，有其机，有其门户，
有其道路，有受有行，有去有止，故一卦有无穷象。一爻有无尽意，此皆变易之所见也。干之为卦，干六爻图，六爻上下，其体向天，然非如目中苍苍之天，乃统明之天，其主曰神，乃统明之神，其用曰动，乃元气之行，其类曰阳，乃元阳，其精曰玄，乃元精，其象包一切形神，盖天地万有，通乎道气，贯于上下者也。然有其主用，则在九五一爻，以干为阳，阳数自左上，一三五七九，恰当五爻为九，九为干之大用，五为干之主位，且干之六爻者，乃合内外二干卦言，内为体，外为用，以其阳气之动，必出也。以外卦之三爻言，九五为其中爻，中位即位，故主见焉。此因卦而书者也。如坤则反在内，而居六二，乾坤相对，一外一内，既书其类，其主意义，故各卦主用之爻，皆是卦而定也。干卦六爻三吉，分主与克，有事与应，凡卦皆然，故六位不移，而主克亦立，六爻不变，而是应书方，则以其来自何乡，当居何位，按之本宫之数而定所居之方，大抵皆以三爻距离为准，横是内外上下位呼应，如八卦之对列也。故出与四爻，二与五爻，三与上爻，皆为其对应之位，盖后天阴阳以偶行，有主必有克也。又六爻三吉之中，以三四人爻为重，则以易教为人道立也。天道非人不明，地道非人不通，所谓乎易者，人之至也。吉凶祸福因人而见，顺逆动静因人而明，神鬼之情因人而达，动直之物因人而察，故卦象以人爻为重，而爻象以人事为则，此三四两爻为占卦之主，观象之书，非此不足以言卦情，不足以治卦用，而圣人之意亦不可见，天地之心亦不可得，故进退存亡之机，升降消息之术，动静之道，顺逆之途，皆从三四爻辨之。此人为天地之主，而万物之灵也。观往之来，察为之显，皆人爻之者于象数者也。是亦为人道立，而卦因人爻成，苟舍中爻，
则失其主，而昧其用，故一卦之用，必先自中爻发之，而一卦之意，亦自中爻得之也。此三四中爻介乎天地之间，立于中始之道，兼乎内外之事，通乎上下之情，该动静之行，何幽冥之德，这天地之术，而持之以一，招神鬼之灵，而折之以中，此至中和之机，其本末之门，为全卦之精神所存，变化所比，其重要不可比拟。故观象者先察焉，夫卦象本乎爻，爻象存于数，数者实为一之灵，如人之魂，物之精也，不识其数，则卧死物，而魔所用之，虽守笃爻象，强记卦形，终我所明，已不得其所用也。故一二三四五六之数